刘鼎汉将军个人书画展预定从今天起在台北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一连举行八天。刘鼎汉的书法是这项展出的主要部分，他的行书狂草的一气而成，行楷的刚劲，尤其出色的是中鼎文运笔着力，不同于一般的书法，有坚持的劲力，很令人欣赏。刘鼎文将军的画全凭自己的心意，不模仿任何名师，他只凭书法的造诣，只重意象，不重着色，淡雅之至。今天展出的十几幅都是黑白的墨迹，很难得见到一幅其他颜色的。